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电影《功夫》的经典台词“放开那女孩”及桥段让人印象深刻。近期，美国一名2岁男童见姐姐在摔跤比赛中失利，让他奋不顾身冲出观众席，直奔对手并重压他。影片一PO上网，掀起网友们疯狂分享。看过影片的网友们对弟弟的行为大赞，有人直呼：“这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好的事。”影片拍摄地点是在印第安纳州的一间学校内的体育馆，5岁的男童雷恩 Ryan 和女童露比 Ruby 进行摔跤比赛。雷恩率先进攻，用双手抱住并抬起露比的腿，让他失去平衡跌倒。这时露比的弟弟以为姐姐被欺负，立刻从观众席冲进比赛，大喊放开我姐，并用全身压住雷恩护驾姐姐。随后裁判终止比赛，拉开纠缠的两人，蒙蒂的爸爸上前把他抱走，让比赛继续开始。现场观众对这插曲纷纷鼓掌叫好，影片拍摄者也笑说：“这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好的事。”影片经雷恩的妈妈托里 Tori 在脸书分享，观看次数超过58万人，网友对蒙蒂护驾的举动大赞，弟弟会保护姐姐令人放心，这是有史以验喘息从张乃绿罗梗一高 at 就是亲人之间的爱啊。